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大家来到我的家。你的家？这个为什么是你的家？我下雨了。最近我买了一个家。下雨，我不想弄湿。在中国。哇、哦，好漂亮的感觉。你刷吗？啊，所以我有一个宠物。要养宠物是吗？什么宠物啊？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羊对吗？Henry，是羊吗？鸭。鸭。什么羊啊？鸭，这个是鸭，有两条吗？两只鸭。两条鸭。是不是两条？两只鸭。哦。两台鸭。他们的名字是青青勇勇。是星星勇勇。你要不站过来一点？下雨，下雨。星星什么意思？啊，勇勇是用圆的意思呢。清新是文青的意思，文青，文青的意思，亲吻啊，亲吻，对不起，我是文青呢，亲吻的意思。啊，今天天气不太好，今天下雨，对，下雨，你知道为什么有下雨？为什么要下雨？因为你来到这里，天哭了，哦，感动的哭了吗？不是，是不。不是，有可能天在吐口水。不是什么？别打我！不要装可爱啊！警告你啊！讲，你在干嘛？耍帅吗？讲，我告诉你，他帅不过三秒。怼你脸上！哎呦哎呦 ，Justin Bieber，